当九条龙师拉着青铜光骨降临北斗星域的时候，藏天岛便会现世。咱们去哪儿？帮你上藏天岛。疯了，都疯了。百人北斗，那么大的基业面前，没有人会甘心成全他。修行之路本就是一场夺天地造化的逆天之举。登天，原来藏天堂是为了阻止天气。如果让他们继续争夺地气，无论是修士还是凡人都会死。这条血海深深铺设的修行之路，你真的走得下去吗？东荒此劫是你的命数，更是你的机会。你要借此劫难成就自己。要记住，虚空一生不弱于人。一片星域的能量只能造化一个大地，既然只有一个，那为什么不是我？